的夏天，身材好，什么 style 都能 hold 住。你的夏天嘛，以为这样无花肉就看不见了吗？听说吃西瓜当晚饭，一个月能瘦十斤，给我来十个西瓜。打住，西瓜减肥，越吃越肥。西瓜里的糖属于果糖，吃了不容易饱，一不留神就会吃多。拿米饭来比较，两斤西瓜吃下肚，等于吃了二两米饭。一个西瓜十五斤，你一顿吃半个刚刚够饱，可摄入的热量比正常一顿饭的还高。西瓜里大部分是水，吸收快，出的也快。用西瓜当晚饭，等于吃了个水饱。一小时以后跑两趟厕所，又饿了。而且只吃西瓜还容易营养不良，西瓜里这两种东西很少。如果长期用西瓜代替晚饭，蛋白质吃不够，影响身体的基础代谢速度。就算你运动了，脂肪也很难燃烧。这些没了蛋白质的滋养，都会暗淡没有光泽，还容易水肿虚胖，再加上贫血，你是想变美啊，可最后得到的是动不动就嗷一声昏过去的柔软的胖子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半斤水果一斤菜，西瓜按照这个量来吃就对了。如果你太喜欢吃西瓜又怕胖，那就少吃主食，或者吃完西瓜后多跳一小时减肥操，十斤多的热量都消耗了，就不会继续发胖了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。